应该是十拿九稳，因为现在经济已经领先到14000，现在有八龙，现在推进去阿朱福泽就完全没办法挡了，非常接近胜利，非常接近胜利。继续等下一波的兵线到来，一样是阿朱福一样是想要靠拉克斯这里打开缺口。因为几次会战能够反打过来，都是靠拉克斯打开了缺口。可是我觉得渐渐就不管用，因为这个越到后期越不管用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后期因为基本上现在这个拉克斯已经秒不掉，对，已经秒不掉任何，除非这个伊泽瑞尔被他接到，就算伊泽瑞尔接到也打不死。对，就是，然后现在球女已经有天使甲了，对，所以你也杀不了托尼。对，所以现在这个地方，一个 QW 进来，马上毙掉拉克斯的 Flash。好，这个塔就已经掉了，这一波收工的机会实在是太高了。拉克斯的大绝进来，没有任何的效果，格雷夫死了，哇，格雷夫已经倒下。DPA 破坏了上路的兵营，下路的分推仍然在进行，全场观众都在欢呼 TPA。哇，现在还是稳稳的，就是一塔一塔慢慢拿下来，然后用小兵直接抓。然后这一个大绝没有吸到，但是又拿到了中路的兵营塔 ，mistake 血量偏低，但是没有问题，紧撑得住。接着要靠下塔吗？哦，这有点反弹，有实力扛住了，直接打，但是血量都有点危险，要非常注意。尤伯斯血量有点危险，要非常注意 Stanley 的血量有点危险。没有问题，我们没有问题。Vivi 上来继续进攻，往前闪现。恭喜 Mad Life！ 哇 ，Vivi 击倒了 Mad Life Rampage， 剩两下的这座塔打完，这可以说三塔全破是四，这已经99%胜利了。好，现在这个如果很危险的话，还是要先退回去一下。被打死一只，还是先退回去。等一下，等超级小兵三路又进去的时候，买完装再出来再打一波。应该就可以准确的收工无误。哇，现在所有的观众已经全部都站起 ，Oh my god！ 这观众已经全部都站起来，观众也预期这场游戏要结束。TPA 最后一次的买装，最后一次为各位报时间，游戏时间要38分钟了。TPA 现在是18-6，即将要写下历史，经济就不管他了，经济不管他已经大到已经我不知道要怎么讲了。顺便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其实每一个会战我都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吼叫，我根本没有坐着在播报，完全没有办法冷静。TP， 哇，这也太稳健，你还在拿那条龙子？还在拿小？这有点没必要。不过主要是在等那个超级小兵都进去，对，所以也无所谓，但是就是没什么必要。好，现在等到 mistake 出来了，现在所有人就五个人一起冠军，带超级小兵进去的话，这边对了，因为我经常忘记讲说，就是因为那个其实 TPA 的 Toys 是来自香港，我们这份荣耀当然也要跟香港朋友分享，我同样忘了讲，但是这点非常非常抱歉。有可能是最后一波的会战 ，BB 靠大绝进去，阿朱福 Foster 仍然在奋战。这一个 Cloud Templar 出来带大绝，可是肾真的很硬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BB 先要把龙女削倒了，龙女被削倒，接着是杰西也倒下了，稳健的打掉了主堡双塔之一12 ，Mad Life 倒下，结束了 ，TPA 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，哦，世界冠军，全场都站起来了，恭喜 TPA， 打太棒了。这三场赛事一样是跟对岸办的时候 ，TPA TP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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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PA， 全场的观众一起怒吼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吵到大家了？但是哇，看看他们。我获得世界冠军，这位是 Toys， 来自香港的朋友。恭喜！哇哦！怎么从他们口中喊出来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的感觉？我们获得了世界冠军，这真的是太感人了！我没有料到，当我投身进入电竞这一块的时候，并没有料到有一天我可以看到来自台湾的孩子，我们的好朋友，
还有当然还有来自香港的 Toys， 没有料到我们大家可以获得世界冠军。看这些牌子，全部是全部全场为台北暗杀星加油的观众朋友们。这一个奖杯，准备就要搬回台湾了。哇，他们好应该要考虑一下怎么样才拿得回去。好，现在还是两边就是，但是一定是要握手哈。再怎么开心，再怎么样也是要对，再怎么开心，双方的风度一定要做到。那朱博，虽然我相信 TPA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尖叫一番。耶！台北大星，世界冠军！呼！太棒了，他们要上台领取奖杯。拿下这座属于台北暗杀星的奖杯，超华丽的一个奖杯，属于台北与香港的朋友啊，没有，哦没有，先下台，太感动了，我不会哭啊，我不会哭啊，我现在只有兴奋跟高兴的心情，我好了，喉咙都哑。我们是不是要讲那个马？那个马？哦，那这个是这个是马，这个是。那刚才露露来跟你说这个马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上面这个啊。然后呢？这是干嘛的？就是那个马，我怎么知道？领取头像的马，对，领取头像的马了。我终于那个号码就是521337，是。好，再重复一次，521337。好，这就是领取头像，不知道到底是领取，就是那个马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那个马。Code，不是 code， 这是一个 code。我不知道是什么。I don't know why， like 是工作人员拿来说是一个，这是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马，就是那个马。耶、yeah! ！世界冠军啦，太开心了 ！PPA 这场真的打得非常精彩，就是这一场、这三场、这四场真的打得太精彩，而且跟 N5 的时候是类似的，就是说第一场是被击败。